各位，抖音的 AI 杀来现场买，看五秒钟就说要付钱了，厉害厉害，这很重啊，躺在举哑铃八公斤左右，哎呦，应该十公斤，陆续出货，今天第一天就已经快50个人买，好。就得很多客人在问，可以泡水，可以泡水的哈。你不要去泡温泉，洗澡也没问题。我们现在就直接进行过火哦。来，三过来，拿一下下面。脖子上这条真金啊，我们先烧真的，定点烧，温度很高哦。火有在跑，有没有看到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很烫，很烫，各位，好烫。毫发无伤，真金不怕火炼哈，有烤焦味，烧蟑螂的味道。好了，等一下就带好了。打了黄金来，来回烧的测试哈，也都烤焦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它火转到最大，来回烧。好，来回烧没事哦。好，各位，目前已经3秒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转过来，来回烧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各位，而且有烤焦味，好臭啊，跟刚刚那味道蛮像。有一个同行也是蛮礼貌，他说什么林北做了十几年没看过火烧没事的，他好像也有下单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定点烧喽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不太对，我就不能拿来卖了。定点烧我就不测试了，我就只测试来回烧。哎，怎样？想害我损失一条？工厂他说，只要是电镀的，你不可能说定点烧没事啦。打火机200-300度嘛，加温上就会400-500度。电镀的东西再厚也是没有办法撑的。然后今天还有卖三块小黄金，这一两的 ，IG 的年轻的，汇款有够快，单个总共他买20万出头。